爱堂影业出品，中国铁路文工团、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宋雪苍担任出品人，辛瑞导演，张大奎和史卫强执导，龚朝晖任制作人。在爱奇艺云腾计划作品123多毛沙旦孤岛杀青，影片主要讲述了聪明睿智的研究员邹启之因为寻找一个标本登陆到一个无名小岛，此时恰好遇到台风登陆无法返回，在幽闭的空间里岛上发生了第一起命案，邹启之此时才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复仇杀人中，他与同样被牵连的女警官王子轩开始一层一层剥开事情的真相。在场景和道具设计上，制片团队选择了具有古朴村落和废旧工厂的小岛，拍摄期间台风袭岛，为四小时猎杀一人的连环杀人事件增加了一丝阴森诡异的氛围和紧迫感。作为第一批爱奇艺文学 IP 改编的影片，项目从开始建立到拍摄得到了爱奇艺平台和铁路文工团的大力支持，在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的指导下，123度谋杀案的主创团队从剧本改编、场景设计、道具制作到镜头把控都竭力将孤岛极端环境下的连环杀人案展现到极致，以保证后期的呈现效果。123度谋杀案在一个孤岛拍摄，恰逢台风连连登陆，小岛呈现出了自然的破旧感，很符合影片氛围。制作团队在极端环境中进行拍摄，各组工作人员齐心协力顶风作战，力争还原戏中作案杀人环境的真实感。123度谋杀案在置景上设计的云诡波谲的气氛，荒废多年的破旧工厂，不见五指的神秘山洞，朋克风的工业船坞，幽暗曲折的宿舍楼等场景，烘托出了案件的神秘感和紧迫感。123度谋杀案制作人龚朝晖，他素有怪才之称，曾指导了多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如水上游击队、义阵、爱国者等。对于本次拍摄的极端环境表示，台风天气给小岛的景观增加了不少气氛，在镜头下提升了氛围效果，相信在后期呈现时一定会不同凡响，种种精彩，敬请期待。